这个我们老家有关，杭恩携手一家亲，杭州东西协作共振兴，这是东西部扶贫产业示范区。哎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，大家好。对不起，观看上边了。您好，您是？我是南碚运动团花园的蒋子祥。哦，蒋总，蒋总，蒋总。您这是东西部扶贫有关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杭州江干区对口扶贫，我们这是一个三个万亩产业示范园。 哦，这其中的一个，这叫恩施玉露万亩产业示范园。对，这边请。你坐吧，你坐。给大家。这是什么茶？恩施玉露，然后富硒。也富硒，喝多喝多喝。先一条富硒两个字狂吃。赶紧。玉露很淡雅，咽喉不舒服的话就喝茶。真的吗？行，我就扫吧。真的吗？喝一杯。 哎，立竿见影了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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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夸张，没有那么夸张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那个肥仔华直播间的副播。大家好，哎，各位好，各位好。你怎么来了？对啊，我这不想着为我们的老铁们谋点福利，看看湖北恩施有没有好物可以带给大家，能够助力我们的这个对口的扶贫工作。然后也把更多的好物推荐给各位。我是突然来的美女姐姐上场。其实现在直播也开始了，刚才有很多的粉丝宝宝们。对，大家好啊，各位少先队员们好，来，雪儿老师。 嗨，Hello，大家好。别关注，快没点关注的给主播点关注。哇，好专业！来加一下左上角的粉丝团，朋友们，快点来。来看一下我身边是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于朗静。跟老铁们说一下哈，这次啊，我们那个宝藏般的乡村，我们到了这个湖北的恩施，我们准备了咱们这儿的五斤茶叶，还有50斤的这个我们上次那个富硒小土豆的产品。 哎，各种都准备，待会儿就让这个高文告诉大家，直接给大家送，好不好？好好好好好。好，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任务需要答案来跟我在这个环节里面完成，我就需要各位的嘉宾呢，每个人来想一个宝盖头的字。哦，实在。嗯。肥仔华直播间买不到吃亏，买得到实在。对。 来这里就对了，我们把最实在的东西来带到您的面前。哇，谢谢谢谢，机会不容错过，太酷了。哎，看得懂写的是一个姨吗？姨哦，这几天来到了湖北恩施，然后呢，我觉得这里是一个风景宜人，然后气候宜人，让你来到这边特别的放松，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美好的地方。嗯，真的，好会啊，好会啊。 富，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来这么多地方，他们这边现在也发展越来越好了，非常感谢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强大。哇，雪儿，你这两集成长得很快啊！请，请呢，其实是大家都共同的心愿，我们也祝大家宝盖头底下一个请。 在好房子里睡一个好觉，用好的床垫，因为我们是喜临门之乐。厉害了！好的，好，谢谢，他叫高文啊，我会买。